你怎么知道他们是冲我们来的？本来我也没在意，可是这波部队一看就不是我们当地的部队，我压根就没见过。我从别人那里打听到了，这支部队的指挥官是个叫石岛龙介的人。那又怎么样？ 那又怎样？他这个人性格狂妄，而且极其的凶狠。部队也是跟他征战多年的，而且配合度非常高。我们这里一直都是浅川在管，这支部队突然间来到这里，除了你们，我可想不到他们是为了谁来的。 我刚看见你的人在外面收拾东西，你现在也在收拾东西，你们什么意思啊？要走啊？老衲，我们不能继续在这儿待下去了。本来想一会儿向你辞行，正好你来了。为什么？是不是我们寨子的人要赶你们走，还是谁说了什么？你告诉我是谁，我现在立刻就骂他。哎，等会儿，不是这样的。 你们对我们挺好的，我们很感谢你们。可是，我们已经给你们带来很多麻烦了。这回，鬼子这支部队又是因为我们冲你们来的，我们如果继续待下去的话，一定会给你们带来更大的困扰。我不管，我说过了，我是主人，主人没有下命令，你们谁也不准走。莫家军，你说你平时那么聪明的一个人。 现在怎么这么糊涂呀？你觉得你们不在山上，日本人就不会打我们了？他们一直想攻占我们的神山，你不是不知道。咱们现在只有合兵一处，一起去打日本人，你这样才是帮了我们呀。莫家军，求求你了，留下来，帮帮我。 这一战呀，我们面对的是鬼子很有经验的部队。不过，我想，只要我们战术得当，还是有很大的胜算的。别忘了，咱们掌握了一个鬼子没有的先天优势，那就是对这片树林的熟悉。对，没错。放心吧，我相信山神和祖先一定都会保佑我们的。 こんなクソどころ、ミャンマーより熱い。クソ朝霞は完成してないじゃ。道は見えねえじゃねえか。噂では外人は奴らの所に入ると殺される。 政治の人を何度も殺された。現地の人が案内できるといい。捕まえてこい。はい。お前ら、ついてこい。はい。成功進め。 こんなところ、鳥も鳴き声もうるさいな。朝顔のせいでここに来やがって。行け、早く。行け。三島中佐、現地の人二人を捕まえた。<笑>
よし。さっき通訳はヤザラを聞いた。ヤザラの話では目的地への道は二つかある。道二つ？よかった。兵を二つに分けられる。宮下、一所手を連れて奴と一緒。残りは俺につけ。小心脚下。这边，这边。什么的？这里不许靠近，回去，听见没有？回去！Yes!
始喽。队长是我。什么事儿啊，大惊小怪的，说吧。队长，出事了，刚才日本人打来电话，让咱们赶紧搜集一批木料运到大阴山那边去，镇上各家的门板门框，凡是能用的全都拉过去。门板门框，日本人要这些干嘛？说是白天打仗死了一批日本人，要用来做棺材。死了多少人？有没有大官？这我哪知道啊，电话里也没说。去吧。哎，
哎，你也是，之前呀还说自己是大刀牌的，上战场啊就你刮花，那还不是每次我都冲在前面。这次要不是你着急开枪，我早就杀死那狗日的大官了。哎呦，丁震，你这个人虽然以前无聊是吧，但是最起码诚实。 现在这牛咋吹成这样？可不是嘛！大话张口就来，其实皮都让你吹破了。哎呀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跟墨家军待多了，近墨者黑。哎，怎么说着说着连我也找上了，不让你再说我。咱们这次打了大胜仗，喝杯酒来庆祝一下吧。你说虽然得了胜利，但咱们这次也死了不少人，这酒就不喝了。对啊。 尤其是没找到浅川，我就纳了闷儿了，这么大一场面，怎么就没见浅川呢？阿萨哥哥，我的意思是不是？ 中谷君、お前の頭を使ってよく考えよう。なぜ今七島はこんなざまになった。ヘイさんはおかしくない。でも七島みたいな軽減ある部隊がこのように負けた。 その中に変とは思わないか。あんたの意味は？そうだ。俺すでに生存の兵士を探した。悔し兆候も聞かれた。彼の言ったでの話はまるで敵はすでに我らの情報を知った。わざとボロを配置した。そして、もう確認した。山の下で出会ったその案内人は、それは敵の人だ。撤退の時。 まさか敵の罠に入った。それが説明した。敵はすでに行動を知った。我らの中にスパイがいると疑ったの？それは違う。確認度はただ一つ。決して誰かが締結抗日軍に情報を漏れた。さもないと石島のような緊密な部隊は、 なぜあんなふうに簡単に情報が漏れた？奴の兵士から聞いたのは、彼は西安に着く前にずっと一つ少ない道を選んだ。着く前に2カ所しか止まってない。どこだ？一つは唐津、補給所要道して1時間止まった。もう一つは西安に着いた後、泗水镇の合丘軍拠点、1時間止まった。泗水镇の合丘軍拠点？ そこは陳友生の部隊では。何の用か？あそこが木材が必要と言った。ほら。 何見てんだ？あ、とても大きな戦が起きたと聞いた。どこかの加賀が玉砕と聞いた。朝香川は無事か？ああ、俺についてきな。どこにいた？ああ、大臣、陈大臣、这是干什么？我什么也没干呢。 昨天能够大获全胜啊，多亏了你们对这片树林的熟悉和你们独特的技法，我真的庆幸啊！幸亏我们不是你们的敌人。
你过奖了。其实，我觉得你才是最厉害的。如果没有你出谋划策，我们哪能赢得这么容易啊？嗨，哦，对了，昨天啊，在作战的过程中，我发现你们在丛林里面独特的作战技巧跟经验非常值得我们学习。如何伪装，如何追踪，如何利用地形，这里面啊，我们要学的东西简直太多了。能不能把你们最好的猎人借我们几天，让我们也学习一下你们祖先千百年来流传的丛林作战技法？当然可以啊，这算什么？好说好说。谢谢啊。阿雅，是，备酒。哎，阿雅，他们是谁呀？怎么感觉来者不善呢？他们是其他几个寨子的头人，看来今天有大事发生了。前天那一仗，虽然说是打跑了日本人，可咱们自己也死伤了不少人呐，这仗值得打吗？不然呢？难不成让他们日本人攻上山来吗？日本人这次是冲着咱们，还是冲着别人？你就不用瞒着我们了，阿蛮都告诉我们了。你收留了一些山下的人，日本人这次是冲着他们来的，对不对？对。我是收留了一些山下人，但那又怎么样？这是我的寨子，难不成我收留什么人还要向你们交代吗？但是因为他们引来了日本人，我就不能不管。你们几个是不是一个个都老糊涂了？就算没有这群山下人，他们日本人一样会攻打我们。他们一直想占领我们的神山，你们不是不知道。难不成我们要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抢夺我们的神山和猎场啊？日本人之前打归打，但从来就没打得这么狠过。最近他们为什么封了几个山下经常跟我们交易的货站，还不是因为这些山下人？日本人这是想困死我们，为了这么几个山下人，值得吗？值得。不为别的，就因为他们是打日本人的大英雄，就因为这个，他们就是我达纳的朋友。你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你喜欢上他们中一个叫莫家俊的山下人，为了这么一个人，让我们都跟着你受牵连呐。对，我们都受牵连了，把他赶下山去，把他赶下去，赶下去。头人，头人，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啊？哎呀，我问你啊，你对今天那四个头人的话怎么看？我就是个小丫头，我哪懂什么大道理啊。嗯，但我觉得自从铁血抗日军的人来了之后，咱们寨子就一直不太平，日本人又一直打过来，所以我担心咱们寨子。行了，别说了。头人，你今天为什么不处罚阿蛮？要不是他跟那四个头人告状，咱们也不至于。算了，我相信他们的初衷都是为了我们的寨子好，所以就这样吧。但别说了，天这么晚了，赶紧回去睡觉吧。好吧。朝香軍、ソードは真上寨の頭という人が来た。会いたいと言った。ここを連れて。はい。请。达纳为了那些山下人，一意孤行。
我们不想再和他们联合了。只要你答应我们，不再进入我们的神山，以后咱们双方就各不相干。那其他几个寨子的头人，他们怎么想？其他几个寨子，我不太清楚，但大部分都对达纳收留那群山下人感到不满。好，我答应你。那咱们就一言为定。那我就先告辞了。请啊。承諾すべきではない。我ら大陰山の鉱山を諦めない。人を分け探して彼安心をさせる。少しだ後始末にしろ。さっき彼の話以外には何も聞こえないが、そのゴッツの連盟もういないのはず。ダナはその時はとっても困ると信じた。それは元やつらを消滅すべきだ。いえ。もっといい方法がある。どんな方法？我らその燃えた火の上でもっと油が配置した。真的要赶他们走吗？达纳，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没什么呀，你怎么来了？昨天自从那几个头人走以后，你就心事重重的，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没事儿，能有什么事儿啊？头人，头人。老吴他们带着商队过来了。哎，我看看，哟，哎，别急别急，都有啊，茶叶，有盐吗？哎，我看看，哎，这是好东西啊，这个我要，这个我要吗？这个给我留着，来，哎，哎，这个那这个我要，哎，客气啊，太客气了。老吴，其实在我心里，你一直是我们寨子的大恩人，如果没有你，我们寨子现在可能连盐都没得吃。谢谢你，冒着被日本人杀头的危险，为我们寨子解忧。来，什么都不说了，都在酒里，干！嗯，干了。谢谢。这么多年的朋友了，知道你们有难，我当然不能坐视不管了，何况这点小事儿算不了什么，我接下来要帮你们的才是真正的大忙。大忙？什么大忙？先问问达纳头领，就算我敢悄悄地把一些东西给你背上来，但你真觉得这是长久之计吗？有些话我想私下跟达纳头人讲。阿雅，先下去。嗯。老吴，请说。日本人想和你合作。来，给我换两袋盐吧。拿这个换两袋盐吧。好，谢谢。这个挺好。伙计，你们这儿有没有手表啊？手表倒是没有，怀表有一块，就是有点破，你看行吗？可以，你要怀表干嘛呀？再说了，这是一块男表吧？还不告诉我？哦，让我猜一下，你呢，肯定是送人的，送谁的呀？莫家军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赶快挑你喜欢的东西吧。哎，雪花膏，还有香粉。老板，这几个我们都要了。
可是我们没有换的东西，只有这几张贵币，你看行吗？不要贵币，大洋也行。可是我们就只有这些贵币。嗯，可以。啊，来，我就知道你们换东西没钱，我刚刚打了。来，这两个换你这么多东西够了吧？这两只鸡太小了，只够换一盒雪花膏和一盒香粉的。啊，可以。那你要吧，我不要了。没关系的，乐姨，这两个东西我们可以一起用啊。好，莫家军啊，谢谢你啊。没事，能换你冲我一笑啊，也值了。三句话没个正经。我们走吧，乐姨。嗯，好。哎，老板，这个我不要了，我要换这个。行。达纳头人已经接受了简川太君的那些条件了，我也完成你交给我的任务了。哟西，我想这会儿铁血抗日军的人已经被达纳头人全部都抓起来了。莫家军，等等，对不住了，我也是没有办法。上，明天一早他们就把人全都带来。辛苦了，乌桑，明天一早你就可以去泗水镇上任了。多谢多谢浅川太君，多谢长谷太君，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告辞了啊。请。哎，可没了吧？我这个大阴山你还来那交钱的？打那五高一打呢？今はその本物の宴は来る人を待つだけだ。走，快点，别碰。走，快点，快快，走。达纳，你个臭娘们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啊！你个蛇蝎心肠的女人，你闭嘴！你说什么呀？再说我把你舌头割了！干得出来！你还怕我说啊你啊！走，快走！快点，快点，走！浅川太君是吧？久仰大名，人我都给你带过来了，除了几个女孩留在我们寨子里给我们的寨子单身汉当媳妇儿外，都在这儿，你要点点吗？不必了，只要我需要的人在这里就可以。莫家军，我们终于见面了。不过你本人的样貌可比照片里要好看多了。浅川，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我就琢磨，你们这帮日本军官怎么一个个都长得这么丑呢？莫家军，我记得你亲口跟我说过你要跟我面对面的直接较量，就是今天这个场合吗？你也就是把我绑起来的时候才敢站在我面前。浅川，你个王八蛋，有本事把我们都放开啊！咱们真刀真枪的战场上拼，光靠这些阴谋诡计你算什么东西？要说到耍阴谋的话，你们几个并不比我差。呸！你们这是阴谋，我们那是计谋，杀鬼子的计谋。对了，你们还有一个老朋友正在我这里做客，我觉得很有必要让你们接一接。嗯，
我希望你们几个人能够明白，正是因为你们的愚蠢，才害死了你们的老师。站出来，你个阴险小人！有种胆叫啊！是阴招算什么本事？今天，我先把我眼前的事情做完，回头我有的是时间陪你们耍嘴皮子。莫家军，我觉得我还有必要跟你讲一下，你的父亲莫小川死的时候每一个细节。嗯，建川，你这个王八蛋，你没有资格提我父亲的名字。浅川太君，我们就先告辞了。我的东西呢？哎，毛德贵，莫家军。请穆家军先生，给，来个，来个，来个，别碰我，我自己会走。别碰我，来个，来个，我自己会走。来个，找两个人把马车套上。是是。浅川太君，那我们就先告辞了。等一下，你还有什么事吗？达纳头人，今天是我们第一次见面，我没想到竟然合作得如此愉快，所以我特意准备了好酒好菜，想真诚地宴请你们，不知肯不肯赏脸啊？头人，小心有诈。放心吧，既然你们已经选择了跟我们合作，我们就已经不再是敌人了，而是真诚的朋友。我当然相信浅川太君，并且我相信你是个言而有信的人。好，我留下来，你们两个跟着我。他们两个是谁？他们两位是我们寨子的头目，我手下的得力干将。这件事情他们帮了不少的忙，如果只请我而不宴请他们，我想这事儿说不过去吧。浅川太君也不在乎多加两双筷子吧？当然，如果二位也能加入的话，我是求之不得。阿萨克君，丫头儿当都没得走。他说什么？长谷君是在说，他们担心你们身上的刀啊。刀啊，哼，这个只是短刀，我们山民的传统就是刀不离身，除非我们死。你们日军这么大的一个军营，还怕我们区区几把短刀吗？难道你们日本人胆子都这么小啊？有请达纳头人。阿蛮，带上人套着马车回寨子去。是。请。走，回寨子。跟上，跟上。走了，走了。